首先感谢我们全国的朋友对豆刷把的支持跟爱护。豆刷把很安详的就走了，在6:40左右。好的哈，就目前心情还没平复了哈。豆刷把都希望各位继续关心我们头线牧场。他的遗愿就是希望继续留在台东。首先感谢我们全国的朋友对豆刷把的支持跟爱护。豆刷把很安详的就走了，在6:40左右。好的哈，就目前心情还没平复了哈。豆刷把都希望各位继续关心我们头线牧场。他的遗愿就希望继续留在台东。豆刷把常说他从最早的台语片、黑白电影、唱片、封闭秀、餐厅秀，做到现在网络直播，大家还对他很关心、很支持。那就他90岁了，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支持，他也很心满意足。先讲的这么多，谢谢记录之。亚洲儿子贵啦，就当是小国家，还佫退。